Hello guys， 我是 Nico。 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买贴模式，这次要介绍卡片就是这一张最新出，也算是目前最强小前锋钻石死神雷帝 Kevin Durant。写卡哦。那我先说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当年雷霆三少，所以我喜欢雷霆版的 KD， 我不喜欢勇士版的 KD 啊。但是有一说一 ，Kevin Durant 凯文杜兰特他的进攻火力在我心目中绝对历史前三啊。首先，想要获得这张钻石 KD 呢，你要把完美建模防守型全部收集满。你这些收集满之后，可以换成紫水晶可爱，再来妙传型也收集满。这些收集完毕之后，换成大欧，还有进攻型换成葛瑞芬，控球型紫水晶 Allen Iverson 收集完毕之后，再把这一张远投型 Larry Bird 紫水晶收集完毕之后呢，你最后有五张这张卡片嘛，才能换到最终钻石 KD 啊。所以我才说要花蛮大的心力的。封面设计我觉得算是蛮普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动画，底下就是Kevin Durant， 然后有四只脚，四脚兽，然后后面会有四只手臂，像蜘蛛一样。评分94，是一张钻石卡。进攻99，防守89，身高208公分，体重109公斤。但是 Kevin Durant 的真实身高绝对不止208啊！他跟表弟 Cousins 站在一起，他都比表弟高了，怎么可能只有208？再来这张卡，只能打小前锋跟大前锋的位置。但是2K 之后，为了削钱，为了赚钱，一定会出得分后卫版以及 PG 版的，好不好？切入上篮98，背篮晃跳投89，这是有穿鞋子，中距离96，三分球97啊，罚球92，切入灌篮85，哇靠，这个外线投射有点屌。主攻我过73，超级80。外线防守85，内线防守也有80，因为他身高够高嘛。速度98787，以208的身高算是蛮快的。弹跳力82，力量63，体力94，横向敏捷度88。看一下这个投篮质量是多少？65，靠背他那么准，你给65。What the fuck？ 徽章部分有11个指挥章啊，非常恶心。分别是格人灌篮大师、滑溜溜、三分特工、神射手、保持警惕、射程无限、中距离魔术师、空档制造者、超光速推进难以阻挡、金徽章空中魔术师、迅猛起跳、职业球感、突袭高手金牌、外线龙手剑金牌、追分专家绿。设计器都是金牌，压制网防守的金牌，空档寻觅者，银徽章高空作业控球老将，弹跳大师，迅猛起跳，精准灌篮手，强化欧洲步，速度强化，三重攻击，铜徽章粉碎一级，脚踝终结者，跨手粉是铜徽章，快攻发起者，挑战者，追送锅大师，背篮动作防守，神准抛投，行云流水，个性徽章亲切友善，坦言相对，难以预料，有时行为古怪，确实啊，媒体炒作家大当家。最后可升级徽章，就是看你想吃面还是吃饭，还是想吃辣妹，随便你啊。训练场热区，我靠，它是全热区的、啊，哎、欸，这好像是2K24是第一张全热区的球员卡、欸，哎，面部模型我觉得做的也算是蛮还原的，一模一样啦。你看这些小头发、小毛细孔，然后它的一些小痘疤、一些斑点都做的蛮像的。再来 KD 的刺青好像只有左手这边有一个小块，一个类似不知道什么刺青，他小时候的照片是怎样子？他的背后也有刺青啊，但是因为他没办法脱衣服嘛，所以我们看不到。看一下投篮动作的话，我靠，哎、欸，他这投篮动作怎么会顿一下？你看我投上去的时候会顿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他会突然卡一下，投上去有没有？他在空中停滞，上去盾呆，哇，很准哎、欸，真的很准哎、欸！你知道盾呆的时候放都会进，有没有看到？目前都没 lost 掉，再看一次，上去他有一个好像时间暂停的，他会在空中这样抖一下，放一下，大概零点几秒，再看一次、喔，上去他会突然停在空中停滞一下，哇，好好投哦、喔，哎、欸，很好投哎、欸，难怪要花钱花时间的卡就是强啊，哇、哦！哇，这个弹动作无可挑剔 ，KD 的进攻你要说他是历史第一也是毫无疑问啊，一定没有人会反驳啊，这么猛，这么恶心，哇靠，这个后撤步，后撤步，哇，这个，哇靠，他是后撤步，哇 ，Pro Play 的动作也是完美还原，后撤步，哇，后的幅度也太远了吧 ，2K24 一开始宣传片介绍 Pro Play 的动作就是使用 KD 来做范本啊，他有一个什么后撤步这样，然后一模一样。哦哦哦！蜘蛛运球，蜘蛛运球，哎、欸，真的很扯哎！他这个是进攻天赋很顶啊，长那么高，但是他这运球好像有点小卡，有点小卡顿的感觉，不知道是我错觉还是怎样。你看这运球，你看这运球，会有那种小卡顿，这种侧拉，有一点怪怪的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好像会有点妈迟钝迟钝的、啊。你们看他这个换手，哦哦哦哦，哎呦哎呦，好快，有点快。我靠！哎呀，这换手很快，上去接个灌篮，双手暴扣。左边上去看一下，单手暴扣。目前还没有什么拦截环、游身步一些非常浮夸的。右边上去，又是单手。这张卡应该是不会有360度吧？这是一个上去，哦呦，再试一下。哎呦，这个拉杆可以，这拉杆挺帅的、啊。就是它到某一个点会有一种小卡顿、小延迟感，是我网络问题吗？还是怎样子？可是单机啊。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啊，那种感觉个人要自己去体会一下。最后老样子三颗 logo shot 啊，第一颗
哎、欸，有准头，这个有准头。第二颗 ，no， 哎呦，稍早是不是？欸、靠，这太远。哇，哎、欸，他在这么远的地方， no. 那个团动作还是没有改变哦。最后一颗三看，哎呀， no. 不行了。看一下对手阵容 ，K， 喂，哇靠，对手阵容很凶哎、欸、，Irving 加 Curry， 哇，我们还跳出他 ，KD 走了，上去第一步，哇，先来一个飞天灌篮了、啊。对手的胜场蛮多的，所以说他感觉蛮猛的、啊。这边 ，KD， 哇，直接炸进哎、欸，不可能啊，我有在守，我有在守，哎、欸，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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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布放下，再给 KD 第一拍，对方写吧。轻轻松松，瞬间拿七分。探高会切换吗？他没切换，卡到，助攻，骗下，第二拍，哎、欸，哎、欸，哎、欸，欧尼尔，欧尼尔，睡欧尼尔，挡到，瞬间加速，超快，哎、欸，要到犯规，差点忘，手长脚长的优势就会在这边，很容易买到犯规啊。那他这个罚球也是非常的不错，真的很喜欢 KD 的罚球，很丝滑。好，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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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可能啊。所以我有在看刚才那个防守有贴到这边放下走了走了走了再上去喂你看可爱贴在他前面十三步里面哎、欸、对方走了吗双手暴扣啊欧尼也是紧架凶的那一种哦超球哦哇外面给你 Irving 啊我在干嘛这么漂亮的超球这边妈嘞！直接被我毁掉。哎、欸，外面 KD 挡空挡，有了，又是进了，这个一定进。有空挡，那个球停在空中一定进。欧尼尔受伤，只能换上替补 AD 啊！完了，我已经没中锋可以用了。三秒、两秒、一秒，中距离，巴塞逼的，碎18-17，转身，哎、欸、哎、欸，直接过，这上去灌篮。我本来想转身，但是我蘑菇头转一圈了，没有反应。这场延迟真的蛮高的、啊。角色动一下都要过个几秒，妈的超烂这伺服器，都2023年了，妈伺服器那么烂。现在换上替补标分阵容，我现在有 Curry 在手，希望无穷啊！慢慢骗一下，喷了喷了，欧拉欧拉欧拉，所以欧拉帮一下，哎、欸，所以第二拍直接灌，哇，又是欧拉的，哎、欸，有了，啊、靠背，哎、欸、哦，怎么进了？怎么炸进？靠腰我没按好呢，欧尼尔帮忙卡一下，里面。受伤还是要灌篮，他到底是受什么伤？我看一下，到底为什么受伤还能他妈直接灌篮了、啊？应该是腿部吧，右臀扭伤哦，他的屁股扭伤哦。哎呀，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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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直接钻底下，突然瞬间滑进去，又是错位，那我就不客气啦，这个我还不吃，什么时候要吃？碎啦！哇靠！这个 Curry 真的是救火队。第四节决胜局，我把 Curry 跟 KD 同时放在场上，看一下这个进攻火力能不能大幅增加。KD 上去买饭。哇，这样没买到。我、哦、看这什么补球？这什么补球啦？抓到球瞬间轰出去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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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下，掉。有啊！哇靠！看他这个可爱手超紧的，他这可爱这手超紧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顶级防守？哇，真的很难打。凯文杜兰特，别看了，别看了。这边 KD， Curry， 漂亮漂亮补了，漂亮补球，漂亮补球，漂亮补球，差五分，差五分，差五分。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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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球部，哇，又是一个漂亮补球。最终比数57-66，哎呀，输了9分啦、啊。那对方是真的蛮强的，他把我的 KD 守蛮死的，因为他可能知道我后期都用 KD 啊，所以说他就一直跟他。但我觉得不错，好不好？精彩的比赛比较重要。看一下比赛数据 ，KD 上场16分钟，获得22分、1篮板、2助攻、1超截、1次失误而已。整体命中率19投9中，三分球4投2中，然后只灌了3次篮。我出手机会没那么多啦，就是因为最后面为了要赢嘛，所以说就平均球权，没办法刻意给 KD。那我个人觉得这张卡玩起来进攻绝对没话说，很顶啊。但是他就是那个角色玩起来的时候都有点卡顿卡顿感，那个卡顿感。我真的不会形容啊，不知道各位看影片看能不能看得出来，这种很神秘的卡顿感，一定要自己去玩才能感受到啊，就很像你追女朋友一样，你要自己去感受到嘛，要用你的身体，要用你那一颗头去感受啊。